制造现场，我是 EM 鹦鹉国际的经纪人 Jason。 那今天呢，我们 EM 鹦鹉国际是联合了新年 EOS 影像制造机构和莫凡造型团队，是炮制了一场时尚大片的。那下面呢，我们带大家入去现场看一看我们现场的 model 是什么情况啦。大家好，今天可以请到我们的全国十佳化妆师莫凡先生啦。今天我们的造型的主题是不同的，你觉得妆容是有什么要求？漫画给人的感觉是比较英俊和潇洒，在妆容方面我们会有些人的漫画比较感觉，就是会大红唇，然后我自己很好吃，然后很开心。想問一問你咧，呢個 idea 咧係點樣嘅？解釋一下同大家。今次咧就比較特別嘅，我就係諗到依家比較流行嘅神馬都是福運，然後我們有美女，有貴族馬，有我們的跑車，這樣子。所以我這一次就用了這個幾斤的棉花，然後堆在上面，然後就顯示這種比較特殊的場景。然後模特的話也是製造出跟馬是同樣的那種造型，那种气质，然后体现我们这种有点反差、有点另类、有点混搭、有点不羁的那种画面感觉，就是这样，对。還有我們提供場地